妈带证件了。要带喝酒的。啊？听不懂啊。你是台湾的吗？啊，身份证念一下。问了老半天，后座两名男子讲话都说不清楚，口音实在不像台湾人。跑多久了啦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，证件拿出来啊。在家里。家里啊。家里啊，你是原住民啊？对啊。台湾的。哪一组？哪一组？茂林。茂林。没听错吧？对方自称是茂林族，台湾原住民十六族当中可没有这个名称。说谎前也不先打草稿，马上就被警方识破，两人双双被上铐带回。哎，说，好了，回去就回家了啦，这个也没什么。有钱了，我今天有钱。没有钱哦。拦查地点就在高雄凤山区文平街和文峰路口，四号下午五点多，警方发现一辆厢型车的后车灯没亮，上前关心，结果意外盘查到后座两名男子是印尼籍失联移工，还装出原住民的口音说证件在家里，想要蛮混过关。警方在询问你们是哪一族，竟得到茂林族的答案。让人哭笑不得。移工反应还挺快，假冒原住民身份。不过原警更机灵，问哪一族，最后查出两人是逃亡两年和三年的失联移工，被遣返回国前还闹了一出笑话，让警方哭笑不得。TVBS 新闻徐克成、宋阿娟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